然后这里是东南亚服，我刚刚把这个神之子过了第二章剧情，然后我们今天来看一下满月闹个夜市这个活动。那这个活动的话，其实日服先开的，他们二月底就先开了，然后我没想到东南亚会慢一点。这个活动是上去年中秋节的活动，然后他半年之后来到这里。先看一眼这个活动的商店吧。这个商店是，它是有几种币的，它有不同的硬币。这个是 Yumi Roy， 是那个小可爱。小可爱机器人，这个是 Demi Skin， 有单元的。这是个椅子，就是这个椅子你坐上去会有个表情的。这是个骑宠，这是个伤害皮肤提取器。哦，它这里，它会有一个经验值的增益。它这个卖的是袋子，这个卖的是永恒涅槃火焰，这个卖的是那黄色的魔方，这个是奇异潜能。附加魔方那个，这也是涅槃火焰，这是 A 级潜能的那个袋子，这是 A 级啊不，附加潜能的那个，这是白衣卷轴。然后这边卖的是戒指，有这个工艺宝石的，有这个什么联合的，还有宇宙复仇。然后刚好的话也是可以完成那个成就的任务。啊，这个是那个金币椅子，要花钱的。然后这个是要那个票，你要弄够一定的硬币才能换到这样的票。这个卖的东西不多，这个是正义，还有项链的那个扩展栏。哦，Dream Store says Dream Sea。难道想他们是四零币了？卖枕头。They are still white talking. How much is the pillow? I just give you a pillow.
much for to Apple Pay。那这个就是你待够一定的时间，你也可以下线，然后过一段时间之后就有这个经验值拿。然后看一下其他 NPC。还要交付100个闹鬼硬币，然后他在141到199就可以提升那个等级。它是随机提升等级的，然后你应该是10天吧，然后会有一个台风成长必要，就是你每天每个世界给它收集200个闹鬼的币，闹鬼硬币，然后达到2000个。硬币的时候，他就会给你这个台风成长必要，也就是10天。然后活动截止4月7号。看一下这个。Welcome to the Full Moon Goblin Night Market。他借给我这哦，有一些怪物闯进夜市来偷这食物，让每个人都很忙，没人能够驱散这些怪物，然后希望我去消除那些怪物。 Baby Goblin Name Rattle only appears when he is excited。 要击败一定的怪物，一点开始 Let up to thunder。丁里的 Bug Whip Jelly， 基本上就是这样子。
就是他在这里待的话，他会给这个增益。刚刚他给我的那个是经验值。看一下这。这个就是你打完100只等级附近的怪物之后，它这个有30只怪物的机会，一定会掉这个硬币。那现在我已经打满了1200个的币，然后我回去夜市看一下。他给了这个布丁。